来从后山来的团队啊、哦，这个很有名的，在台湾庙会界呢，他们在这个音乐性的展演呢，汇入了一个新的风潮啊，可以展现到、听得到、感受得到我们后山来的团队的魅力以及他们的热情。欢迎我们的三八鼓团队来做出台湾的新龙宫。这个后山的热情，再次呢，谢谢来自我们后山的团队。啊